大家都是来找押境许愿的。请问你说的不押境是在哪里？在山上。不押境指的是森林里一棵树的名字。有这么厉害的树？嗯，是神木。哇！虽然找到神木，可是我还是不懂爷爷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如果你要寻找神木，我都一路陪着你的。如果月亮代表的是神木的话，经过换算，给山峰距离是500公尺，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找到了，真的假的？找到了，看一下，看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打开看。它做工很精密，但是我觉得要打开它的关键，应该在这六芒星的图案。我觉得这六芒星的大小跟项链的大小是一样的。哦！爷爷设计这么多的藏宝图，只为了让你找到这本名册，一定有它的原因。我明天一起想办法解开这本名册的意义。为什么要特地被藏起来，还花这么迂回的方式给我们找到？不知道哎，会不会是某种族谱啊？族谱也不用藏啊，说不定是欠钱的人拿来讨债用的啊。哦，你怎么脑袋都在想着钱呢？你太俗气了吧？会不会是计程车？那还不是钱？哦，你们的想象力哦都太保守了。依我看来，应该是东方辛德勒的迫害。你那人有耳无嘴，莫胡白讲话啦！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啦！匪谍，匪谍！哎呀，叔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没有匪谍了啦！嘿啦，你即马是自由年代，恁较好命啦！我较早囡仔时吼，话若胡白讲吼，就伫遐砰砰。有没有这么严重啊？你唔知哦。那恁即马吼算作自由的啦，啊会当作自由吼，迄是偌济人安尼流血流汗打拼来，你知影？阮较早莫讲讲话啦，你都敢若头壳乌白想吼，哈，念咪就思想犯啊啦。那我不就惨了？我打工拢咧乌白想。还可以连脑袋里面在想什么都管，也管太宽了吧？你唔知哦，管到对太平洋去哦，伊若要徛你，就用掠你啦。哎，若要掠你吼。连乎你回去厝里讲一句再见的机会都无，直接人就判刑了。我记得刘川说过，在民国71年，他爷爷在冬至那天忽然不见了。爸，会跟你说的这些有关吗？我袂得知啦。你唔免阁讨论你啦，啊，无出代志啦。叔叔。现在是1997年，悲情城市都在卖欧衣啊，不用这么悲情，不用这么小心翼翼了。啊，反正你这囡仔人哦，啊，都好好啊读书就好啦，好好啊珍惜这款的自由年代就好啦。哦，听到无？听到。
这么多个僵局连呢？你有什么收获？我找到一本。这边有好多个僵局连，可是如果每一个都打电话的话，应该会要打很久很久。看一下这个吧。作者江菊莲，台北人，1955年出生，丈夫张东阳为台湾诗人，属于太平人沉船事件。复出后，江菊莲沉寂一波，从事文学绘本创作。太平人事件，如果你爷爷在太平人上。张东阳，后来相遇，去八州，不过名册上的人都是太平人事件的罹难者。到底为什么？爷爷想让你知道什么？这些和通往自由有什么关系啊？名册上的人太多了，我们先专心在将军。总有一种预感，只要找到他，所有的谜题都会解开的。很久很久以前，西边有一个自大的船长，说要带人去东边的希望之国，但是因为他的无知，害得船只沉了，一船人在海上漂流。幸运地漂到一个孤独的小岛，自力更生。岁月悠悠，一去就是10年时光。船长在岛上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副手，他假装要和他在一起一辈子，只是为了骗他的珍珠玛瑙，好把船修好回去。然而在小岛的日子是那么美好，自大的船长一边享受日子，一边慢慢修着船。又是10年的时光，他的须发已白，随手老去。你问他修船要做什么，他自己也忘记了。好奇怪的故事哦。这个故事好像我们国家的历史啊。船长就好像来到这里的政府，一直想要回去原本那块大陆，但却不知不觉落地生根了。美丽的富双，我想起来就是台湾人民。你看这日期，1983年1月5日。应该指的就是这本绘本完成的时间。可是这本1996年才出版呢，中间为什么隔了10几年这么久啊？隔了13年啊。我爷爷是在1982年冬至失踪的，那时候这本画册也差不多完成了，直到去年才发行。我是在今年找到爷爷的宝藏，发现爷爷想要为他做点什么。好巧。你有想到什么吗？不知道啊，只是觉得这一切好像在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好了。阿庆，你在干嘛？我在回忆被判死刑前的最后一分钟。哈？什么意思啊？白雪，一场明明会赢的赌局，
却在最后一分钟故意输掉，这到底是什么心态啊？你是说你跟 Tracy 啊？是啊，到底怎么会变成这样啊？你从以前就很喜欢跟女生打赌，每一次都赢哎，而且每次都超开心的。怎么这次明明赢了，还这么难过？我想应该是 Tracy 对你而言有不同的意义吧。可是他现在都拒我于千里之外，只告诉我他怕，却又不肯告诉他怕什么。啊，就从来没有这么搞不懂女生。其实女生很简单，也很好懂的。她们最害怕的就是不知道对方在这份感情上面是不是有跟自己一样的感觉，而她们想要的其实不过就是一份真心的承诺而已。真心的承诺。嗯，下雨了。这种时候愿望怎么可能会实现呢？你许什么愿望？初乐很好啊，你干嘛叹气啊？搞不好很快就要实现嘞。刚好相反，我的愿望离我越来越远，注定是不会实现。幸运现在这种时候掉，还真是讽刺。你怎么会相信这种东西啊？Tracy 呢？阿庆，你全身都湿了哎！哎呀，不要管这个了 ，Tracy 在哪里？哎呀，你先把身体擦干啦 ，Tracy 去洗澡，你在这边等他一下吧。好，谢了。哎，我跟你说，刚才 Tracy 精神掉了。好巧，你就来了。他的幸运绳掉了，那你知道他许的是什么愿望吗？我应该可以跟你说吧，但是不要跟别人说是我跟你说的。嗯。他许的愿望是 true love。true love。我要找他。哎，女生，你要去哪啊？女生浴室哎，你不能去啦。在哪里？我知道你听得到。我终于搞懂了，其实我和你在爱情里都是同一种人。
我们都以为对方是高手，所以在这个赌注里互相过招。但是，其实我们都是胆小鬼，都以为这只是个赌注，谁先认真，谁就输了。害怕放了真心，就会被对方知道。但是说到底，你还是比我勇敢一些。在最后一分钟，你用你的真心来面对我们的感情，是我傻傻的还不懂，以为这只是个赌注。那一刻，我们度过一个除了你我就只剩下时间的世界，是我太笨，现在才知道你的意思。可是你也太小气，只给我这一分钟。 Tracy， 如果我现在想通了，你还愿意给我时间吗？你拿出真心会被我糟蹋，毕竟我们的开始只是一场游戏。可是你也知道我比你更害怕，害怕这场游戏一结束你就会离开我。如果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如果可以忘了那个赌注，让我重新的追求你，我们都不要害怕了，好吗？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看到你，对不起啊，我现在就让他走。哎，等一下，所以你承认我是你男朋友喽？对了，快走啦！到了，这里就是江菊莲女士的家了。还真是诗情画意的地方，难怪可以画出那样的绘本。看起来好像没有人住。
次啊，这里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真的吗？还有那个风铃。有人在吗？有人在吗？有人在家吗？不好意思。有人在吗？请问有一位江菊莲女士住在这里吗？江菊莲女士在吗？你们在找人吗？这里已经没有人住了。不好意思，请问江菊莲女士是住在这里吗？你们找江菊莲，你们是？是这样子的，我在整理我爷爷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这本名册，上面记载着张东阳先生要给江菊莲女士的一个怀表，上面还标记了日期，民国71年12月22日。因为我爷爷过世之前没有交代这本名册的意义，所以就想找江菊莲女士询问一下。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爷爷叫刘平。你就是刘平的孙子。嗯，您认识我爷爷吗？是我父亲认识你爷爷。真的啊？那他们是太平人上的朋友吗？所以您是？我是江菊莲的儿子，我叫张嘉礼。这就是当年他们见面的地方。我们看过江女士的绘本《自大的船长》，所以打听了江女士的消息，不知道哪里可以见得到她呢？王母星去年发表他的绘本以后，像是心愿了了一样啊。过不久，他就往生了。但是我母亲一直把你爷爷放在心里，他不断地提醒我，这辈子如果有机会碰到你爷爷的话，一定要当面跟他说一声道歉，当年连累他了。其实我自己也想过，这辈子应该是没有机会。可是没有想到，老天爷竟然把你们两个送到我家门口。人生的际遇实在是太奇妙。哎，可惜没有机会碰到你爷。上一代的人啊，一个一个走，但是他们的遗物、他们的故事却留下来。当年太平轮要沉没的时候，我父亲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把一只怀表托你爷爷交给我母亲江一莲。那一只怀表，就是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一只。你手册上的日期，就是你爷爷跟我母亲见面的那一天。我记得那一天的日期是民国71年12月22号。
我母亲一直等待我父亲来台湾一家团圆，一等就是30年，没想到最后等到的是一纸怀表。我母亲经过30年的等待，该流的眼泪都流干，可是看到你爷爷送来的怀表，他还是哭到不能自己。原来这些太平轮上面的罹难者把这些交付给我爷爷，我爷爷再托付给我。这些托付好重要哦，可是为什么设计在寻宝里啊？张先生，我再请问您，您刚刚说你母亲说的连累我爷爷是什么意思啊？还有，这本名册上为什么只有江菊莲女士的栏位有标记日期，其他人都没有呢？知道的船长，内容你都看过了吗？嗯，我看过。我认为那本书是在影射我们国家的历史状况。家母是个读书人，当时的不自由年代，她被视为思想危险的人。他没有任意发言的自由，只好把对国家的看法藏在他的创作里面。他被监视了好几年，也因此连累到萍水相逢的刘平。或许因为如此，刘平不敢再继续归还物品，怕牵连到其他的人。所以你名册上面后面的名字通通没有日期。所以说民国71年12月22日，我爷爷之所以会消失是因为……对，白色恐怖。感谢两位，感谢你们的拜访，谢谢，谢谢您的帮助。找时间我会再来拜访您的。好，那就后会有期了。再见。再见。今年几岁？6岁。那谁带你来这里？爷爷。那爷爷叫什么名字？刘平。你知道爷爷来找谁吗？知道，江菊莲。你有写他们两个名字吗？会。那你写给叔叔看好不好？好。
走，我们回家吧。这个字谁叫你写的？一个叔叔。爷爷，我要去洗澡了。好，赶快去洗完澡来吃汤圆了。时候爷爷会失踪，是我害的。为什么你说你爷爷失踪是你害的？带我来到这里，留在屋外看风，你没有进去，然后就来了一个叔叔，他问我会不会写字，问我爷爷叫什么，他来找谁，我就在地上写下了刘平，还有张菊莲。你回家之后也就不见了。是我害爷爷失踪的，也是我害那些宝物没办法物归原主。怎么会是你害的呢？你那时候年纪那么小，而且你爷爷后来不是也回来了吗？爷爷回来之后，或许是因为安全受到威胁，所以没有继续保管宝藏。每一个没有被归还的物品，背后可能都隐藏着某人失望的一生。而我居然是这些悲剧的加害者。这件事不能怪你。你爷爷从太平轮回来是民国38年，他带你来江家是民国71年，30几年都没办法归还的东西，怎么能责怪一个6岁小孩无心说出来的话呢？不知道我爷爷这30年来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始终无法去见那些物主。到底压抑了多少心事在心里啊？到过世前都抱持了遗憾吧。那过程也许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一个时代的不自由不是谁的错，你不要把这些错都揽到自己的身上啊。不如我们积极的想一想，该怎么样把这些东西一件件的物归原主。
会完成爷爷的遗愿，我们一起把名册上面的东西一个一个找出来。刘传南，你现在是成年了，是有权利可以看。不过，我跟你父亲讨论过哈，他说等你成年之后，他会再亲自跟你说。所以，哎，爸。哦，对了，听说你通过律师考试了，恭喜恭喜啊！哎呀，那么年纪轻轻的通过律师考试了，我们家阿庆还不知道多少年才考得上啊。不会啦，阿庆资质也很好，过不久一定会考上的。对了，你暑假应该来我这边实习的，怎么没有来啊？我想说自己去外面磨练磨练，就没有麻烦叔叔了。很好，很好，年轻有自己的想法，很好，很好。叔叔，那我们还有事，先走了，不打扰您，您忙。好。哎，不好意思啊。哦，不会。谢谢叔叔。哎哎。爸，去忙你自己的事了。哦。为什么你爸要亲自跟你说啊？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不知道啊。没关系啊，遗嘱的事我再回去问我爸就好了。说的也是，那等你问清楚了再跟我分享吧。嗯。伟松啊，事情有点状况了。这些东西啊，目前确实是我们协会所收藏的。哦，那
理事长，我有可能把这批东西拿回来吗？这个嘛，我们协会对于古物的捐赠啊，有一些规定，捐赠者啊，在捐赠的时候都会跟我们协会签约，在反悔期后啊，很少有把东西拿回去的潜力耶。这个啊，可能不好意思帮不上忙哎。好，我知道了。要交到学校去，对，化学系拼。欢迎你，那等一下可以在这个上面留言，它是我们社团留言板，那你可以写说你对社团的期待啊，或者是一些想说的话，什么都可以写上。哎，各位，注意我这边一下，就是我即将要升大四了，准备要卸下社长的职务，所以我们要选出新的社长，请大家自我推荐或是推举适合的人选，现在来提名吧。啊，嘉恩，你出来选啦！我？对啊，嘉恩，对啊，嘉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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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号候选人林嘉恩，哎，喂，人家女生都出来选社长了，我们男生是不是应该意识一下？哎，嗯，哎，那我提名，我们队长，我，队长。嗯，哎，二号候选人郑仁威，给仁威当就好了啦，我不要选。嘉恩，你确定现在就要放弃吗？我看蛮多同学都很推举你，而且我也很看好你。对啊，嘉恩，你是答应参选，又不是答应直接当社长，而且透过竞选。就能看出来谁最适合当寻宝社社长啊，这对寻宝社而言也很重要哎。好吧，那我同意参选。耶！好啊，还有人其他人愿意提名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次社长选举的规则。就是经由大家推举出来的候选人各自设计一个寻宝的活动。寻宝活动有设定主题吗？有，就是这个。六芒星。以六芒星为主题设计出一个寻宝的企划，一个月之后交给所有的社员进行评选，那我们选出最适合的人，他就是下一届社长。刘川跟白雪分别当这次两位候选的指导老师，那先说好，刘川，你可不能偏心哦。喂，刘川才不会偏心嘞。但是如果你不放心，那就抽签来决定喽。好，来抽签哦，一人抽一支，长的是刘川，短的是白雪。我先抽，短的，所以我老师是白雪。我的比你短，所以我的指导老师是刘川。好，队长，加油！加油！加油！好快哦！你跟学姐都已经大四了，明年就要毕业了，好难想象大学生活没有你们会怎样。你怎么啦？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我昨天等了一个晚上，我爸都没有回来。你在烦恼爷爷遗嘱的事啊？遗嘱的事我还没来得及问。不过我已经知道那些东西的下落了。在哪里？全部都被我爸捐到古物协会，拿不回来了。那些东西是留给你的，你爸怎么会这么处理啊？而且阿庆的爸爸同意这么做吗？从以前我爸就说
爷爷留给我的竟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我全部捐出去了。想看来那些话是真的。可是那全都是爷爷希望你可以归还给别人的。你要不要再好好跟你爸解释一下？我相信他一定愿意帮忙想办法的。我会试试看，不过我有预感，对我爸动之以情不一定有用。他对我爷爷事向来都漠不关心，而且现在他又忙着明年的选举，不一定会帮忙。爸，爸，哎，你今天怎么会回来？爸，我哎，正好，我有东西要给你，来。你呀，现在也算个大人了，不能再老是骑那台 NSR。我送你一台车，就当作是你考上律师执照的奖励。啊，爸，我看过遗嘱内容了。里面提的思想，指的就是书房钥匙，而财物，就是你捐给古物协会的那批古物，那是爷爷留给我的，我希望可以拿回来。你是怎么知道遗嘱内容的？爸，你可以联络古物协会的人，想办法把那些东西拿回来吗？那些东西已经不值什么钱了。总价值加起来也不及一台车，我看你就把这台车收下了。啊，那些老古董啊，就不要再去追究了。根据爷爷留给我的线索，我找到了一本名册，里头记载的太平轮罹难者的名字，还列了一批物品。那些物品和爷爷留给我的是一样的。所以呢？经过我的调查，原来那些物品是太平轮罹难者托付给爷爷的，而爷爷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宝物还给原本属于他们的人。这怎么可能呢？哎，你们年轻人玩寻宝游戏也玩得太走火入魔了吧？爸，这不只是寻宝游戏啊。爷爷留给我这个项链，就是打开宝箱的钥匙。还有这本名册，就是我在宝箱里面发现的。这个真的是你爷爷的笔迹啊。爸，我真的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是真的需要把捐给古物协会的那批古物拿回来的。好吧，我答应你。真的？哼，没想到你跟我要遗产要得这么凶，我都还活得好好的嘞。我又不是当你给我的，那些都是爷爷留给我的。知道了，我会跟协会的人联络，说你会过去。啊？谢谢爸。我怎么会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事呢？
不错了。谢谢。哎，林公子来了。哎，好。那我们这边呢、啊，后续的事情啊，就麻烦委员跟公子啊，全权处理了。好，谢谢你的体谅。那你先忙啊。伯父你好。你好，你好。还专程来帮我们处理家务事，辛苦你了。不会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啊，而且我也希望可以多学习一点。哦，那好，那好，来。哎，一路以来啊，你爷爷就是特别疼你，只要有宝物都会留给你，根本忘了我的存在。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不会珍惜的。那好吧，你们两个处理，我先走了。啊，不要弄得太晚，记得回家休息啊。好，我知道了，伯父再见。好。本川，你怎么老是这样跟你爸讲话啊？他习惯在人前装那一套，我懒得配合他而已。如果你改变跟他的沟通方式，关系或许会改善很多。你不知道他在背后做过哪些勾当。不管他做过什么，至少他对你的爱是真的。我不能因为爱就盲目去容忍那些错误的事啊。对不起啊，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嗯，我应该多了解以后再说的。那很好啊。我们又没有在吵架。等把这些古物整理好，我们一起物归原主，好不好？哎，刘川，哎，到了。我会找你过来，是因为我设计好了一款寻宝游戏，给你鉴定一下。来啊，看看。首先。这杯红茶给你。你该不会是要跟我告白吧？我只跟单身的人告白，你已经跟林嘉恩在一起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没有跟嘉恩在一起，你就会……不要抓我语病了。有没有想到什么？走吧。哎，我问你哦，上一次你跟林嘉恩在外面过夜，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嘉恩应该已经跟你说过了吧？什么都不肯跟我说。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哎，只是第一关，我设计的比较简单，接下来就没这么好解了。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认真看待这个比赛，我还蛮高兴的。那林嘉恩呢？他也很认真啊。那我问你，你对嘉恩也是认真的吗？我是认真的。
样你也解得出来，厉害！揉到男人的陷阱了。不要急，慢慢想。一半给你，我们都需要能量。不管他做过什么，至少他对你的爱是真的。不能因为爱就盲目去容忍一些错误的事啊。好像有心事，在想什么？没事，只是突然想到家人。其实我很害怕，自己在某些立场上面太过坚定，结果失去家人。你是家人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吗？或是我哪里有需要改变的？怎么突然问我？我想想看啊，林嘉恩是一个很贴心的女孩子，你只要给她时间去理解，她一定会体谅你的，她绝对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那有什么事是做了她会开心的吗？林嘉恩只要吃得好睡得饱，她就没烦恼。在笑什么？我是震惊的。小时候有一次我没有写作业，后来拿林嘉恩写好的作业改成了我的名字，被他知道之后，他超生气，骂了我超久。后来我买一堆零食给他，他就原谅我了。要通过他的心，先通过他的胃。走吧。拥挤的乐园，不愧是社长，一下就被你解出来。你这次寻获的宝藏，就是我本人为你献唱《拥挤的乐园》。一辈子能够遭遇多少个春天？如今敌人他们怎会了解？一生爱过就一回。当他不需要爱情，流行的都市不安的感情 ，Say goodbye to the crowded paradise。一张脸可以容纳多少的表情？早晨起你快醒过来的时候。答案写在你脸上，多彩的故事，苍白的脸孔。Say goodbye to the crowded paradise. Say goodbye to the crowded paradise. 还不错，一些意见参考一下吧。
且你画的好工整哦，完全看不出来是手绘的。其实啊，全都要靠这些法宝啦。好好利用他们的话呢，就能画出各种几何图形啊、哦。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一定要仔细测量地图的长宽比例，哎，差一点就会差好几百公尺了。那接下来换你试试看哦。寻宝活动要怎么出题吗？坦白说，我现在有点没心情，因为和流川起了一点小争执。虽然很快就和好了，没有很严重，但我觉得流川的心里有一个很深的地雷区，就是关于他家人的事。庆幸我的家庭让我可以很自由很快乐，但好像也因为这样，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会流川的感受。其实一般人要接触到流川家庭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以前就曾经问过流川他家里的事啊，但是我发现好像除了阿庆以外几乎不和别人说，所以现在你会因为流川和他家人的事而烦恼。在我看来，反而觉得是一种幸福。好吃，你喂的最好吃。嗯，啊，那我喂你。啊，好吃吗？好吃。哎、欸，最后一个。嗯。啊，我喂你。嗯，你吃啦。啊，没有关系啦，赶快啊。我喂你，你吃，你吃。好了。都吃是不是？我吃。应该下班了，所以我来送你回去。不用啦，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东西要送你。
回到宿舍之后，我妹感女孩更喜欢听男生说，她喜欢跟她讲话，也喜欢陪在她身边。我想了很久，终于知道小眼睛男生哪里做错了，因为他没有把话说完，他想说的其实是这句话。小薇，我喜欢跟你讲话，喜欢陪在你身边，还有我喜欢你。今天系上老师他想推荐我去申请交换学生，他还建议我希望我先去参加明天开始三天两夜的英语体验。那很好啊，可是我不想要跟你分开呢。小别胜新婚嘛，那明天开始之后的三天就当作是分开的小练习了。我知道说孩子长大就会离开我们了，我是你不甘了。我是你吗？太珍惜，太想继续，太在意我们的这份默契，情愿现在这样留在原地。可是我的 Lady 为什么不休息，时常默让我犯了过敏，懦弱酸了眼睛，可是我浓浓鼻音，为什么不留点余地，微笑快要不能呼吸，挥之不去的叹息，伪装没有力气。这样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是我害怕未来没有了你，不言又不语，不理也不应，是这世上最残酷的图形，我只能